没有没有联系啊，是封锁他啦。没有啊，就是大家有一些摩擦、啊，对，有一些很太莫名其妙，跟天秤座，全世界最爱好和平，然后也没有什么问题的人。节目上有一些摩擦吗？没有啊，私底下我们是好朋友啊。那怎么？对啊，然后几十年的好朋友那样呢？对啊，就 WhatsApp 上面是，我看得很不爽啊。啊，我也不让其他人知道。对，那要对我跟他自己去对就好，跟。刚好发牢骚。他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？没有，就不告诉你们啦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就没有要告诉你们啦、啊。因为真的是老朋友了，但是就说怎么像一个这样无色无害，至少还有一点小帮助的朋友啊，不应该这样子被这样子对待。我也觉得我比较受委屈，那样那样。